这里是昆明的捞鱼河湿地，这里的树种的好密呀，而且在水里，很漂亮哦。这是水杉吧？现在就在这个湿地里面走这个木栈道，那么整个湿地还是相当漂亮的，尤其这边有光线的时候。一会儿呢还要到这个滇池边上去。很多这个小朋友就玩这个，在这儿他这个水很浅，还可以捞点小玩意儿，小鱼小虾之类的。怎么了？捞到什么了？哎呦，真好！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捞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真的不错。